Hello 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昊然，在九州缥缈录里饰演吕归尘，铁甲依然在，待九州归来，看九州缥缈录就上 YouTube 携程华视偶像剧场，记得点击订阅哦。Hello 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索，携程华视偶像剧场频道即将独家播出九州缥缈录，我在剧中饰演雨人，铁甲依然在，来携程华视偶像剧场频道看我们吧。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，敬请收看天下偶像剧场九州缥缈录。